看有没有亮灯。好，14号，录声音不要。
开会时间已到，请主席宣布开会。上午的会议现在开始。副县长、各位局处长、各位议员、赖秘书长、各位记者女士先生，大家早。上午的议程，县政总执行。现在我们请施金书议员，执行时间40分钟。好。大会主席赖议长，议会的赖秘书长。还有花莲县我们的大家长傅昆萁县长，严秘书长及花莲县政府的县府团队，及本会的所有议员先生、女士、小姐，在场的我们记者席的所有记者先生、女士、小姐，大家早安，大家好。好，谢谢。昆萁啊，最近。在这一两年呢、啊，接到很多关于这个台厂公司的一个租金的问题哈、哦，那我想是不胜其烦，但是我也曾经试图去找台厂相关的这个单位呢去做速度的反应呢。那台厂公司，我想它很明显的就是因为。一句话推给，就是因为地方政府的一个公告地价的调整，所以他们随着这个公告地价的一个来换算他们的承租租金的换算率。但是呢，本席也曾经跟他做讨价还价呢，我觉得一个公司，那么我想大家不管是公司早期这个台厂公司。我们也知道，在1945年，到1946年，其实当初的一个早期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因为中日的甲午战争，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同时呢，日本从1985年来到台湾，占据了50年的时间呢。当然，日本政府，的一个台湾是永远一个人家的殖民地。但是，国民政府来到台湾1945年、1948年、1945年，其实所有台厂的一个土地呢，全部就是由台厂来接收。我想台厂呢，当初一个假设一个公司，最起码要资本，但是呢，所有的土地都是以台湾的人民。那台厂公司，我在此向。我们所有议会跟我们的县民报告，他在全国占了50,251.68公顷。他的台厂的土地农业经营呢是37,083.07公顷，那非农业经营呢是13,168.61公顷，总共呢所有他拥有的财产，总共在台湾全省。就有52,251.68公顷。那我们在花莲县哈，台厂的土地呢，不管是做农业或非农业哈，或是做土地或非都市土地，它总共占的就
3624公顷哦，可能是比我们县政府比我所有花莲县是最大的财富还财富哈、哦。那光花莲县建它占的土地在全国的比例是7.6%哈。那个泡泡把它秀出来哈、哦。最近这个服务案件不胜数十件了哈、哦。那个台糖公司哈、哦，它这个有一个资金。他就是说比照哈，我们的这个县政府的一个土地公告，那凑巧不巧，在我们这个104年，那105年哈，包括100年，我们的土地公告限制哈，就随着，因为中央政府行政院土地总处哈的要求，那就做一个调整，但是呢。我在此也向社会大众报告哈，我从这个87年从蔡文景当议长的时候，因为就当地价评议委员哈，到杨文哲担任了3届这个议长，我们议会当中的形态是几乎都是全部都是由里面既有专业或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哈，这个单位评议委员。我整整当了16年的评议委员但是在104年我也在不清不楚，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被撤换掉哈。那或许如果是当初我在当地价评议委员的时候，我就会哈据理力争，反映了整个一个公告地价哈，那以及公告的限制。其实在这个花莲哈，这个经济条件或是都对外的交通，我们的基础建设还不是那么完善哈。其实我们花莲的条件跟西部都会区不能相比哈，特别是花莲台糖的占的土地，花莲是一个农业县哈，几乎所有这个土地的公告限制会影响到整个哈的一个人民的一个负担哈。我想这一两年哈，我们都清楚。所有我们的一个台糖的承租户，所有我们的这个土地的租金呢，地价税呢，大家都是挂花价哈，实在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哈，负担的非常的沉重。当然，如果是因为唯一议会只有一席，过去都是议长，过去40年都议长担任了，但是从蔡文景议长。就因为议会后期有这一方面的一个对土地或是建筑这一方面的了解，但是呢，我也觉得说，反正在2年前哈，现任的议长我就被换掉，反正我就省得做功课哈。那我不知道是因为专业的考量还是党派的考量。如果是党派哈，那其实我这个好像民进党也不像民进党哈。那过去的几任议长全部都是国民党，唯一一位一席的地价评议委员，我又是民进党。那到目前还是民进党哈。那所以因为是不是其他的因素哈，我就不得而知了哈。那当然也非常感谢我们赖议长哈，给我卸下这个。重任哈，给我说说卸下这个被骂。那么，当然，所以我对这个对这件事情，我觉得哈，我还是在处的一个呼吁哈，我也要呼吁说，在往后可能公告地价3年的一个调整，现在听说中央政府考虑得到这个所有的大环境的不好，可能考虑到。适时的调整哈，那是不是改换为2年哈？我也在此呼吁，我们的这个有作为哈，肯努力的我们的副县长，可能是在107年度哈，可能会再重新的做整个一个公告限制，甚至于这个公告地价的做一个调整，那是不是希望呼吁我们的县长能够做主事哈，已经也做一个整个全盘的一个考量哈，那希望我们的地价评议委员呢，做一个速度的一个调整跟做一个考量。
开始啊。我想西元刚刚提到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因为本府因应整个中央财政纪律的要求，以及啊全国这个地价的这个地价啊公告限值的调涨，这由中央颁布的命令啊，要我们尽快的达到市价啊的90%以上，所以过去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赶上这样的一个进度啊，调涨的比较缓慢，所以一直受到纠正啊，甚至要扣了统筹分配款。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目前呢、还在全国的排名啊，还是大概在17、18名左右哈、也不是在就是在中段班以后。这是好中半中后半段了、啊，这是县长中后半考虑的哈，还不是第一阶段的这种所谓的高价班哈。那我想刚刚这个市议员也是苦民所苦，其实我心里也了解，我们大家都很苦，尤其景气又不好，好那。如果政府不按照地方政府不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的话，我们这个会被扣这个整体的统筹分配款，啊，叫做中央财政所规定的我们地方这个财政纪律的整理，好，那所以我想刚刚市议员提到了这些民众的这些陈情，我们很愿意来思考，哈，是不是两年再来做一次修正，好。那现在景气不好，整个大环境不佳，好，是不是我们明年再来做地价的调整，再往下调？好，谢谢县长。我想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来考虑来进行。因为我们花莲的一个基础建设、交通的条件以及地处偏劣，加上我们的整个一个大环境的一个不良，也感谢县长哈。我想县长也在此哈，向我们的议会。做报告也向我们的花莲的乡亲哈，能够体恤苦民所苦哈，希望现在本来三年的一处的公告地价呢，希望就是现在调为两年哈，事实上能够随时反映到地方的经济跟地方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机制市场的状况哈，谢谢县长，希望在可能106年底，今年底甚至于107年哈，我们就可以做哈。做比较速度的一个调降哈，我想也在此呢提供一个意见哈给县长，我想西部的都会包括我们花莲哈，我想你县长随时外面的疫情都非常的清楚哈，我们的房地产中介业、房地这个开发业者，相信几乎在这个已经在整个一个市价呢已经降了差不多3-4成哈，3成多。虽然不是跳楼价，但是也是滑楼梯的价钱哈。所以我希望在107年的一个公告限值，甚至于我们前线的一个这个公告限值呢，土地增值税公告限值，包括公告地价哈，能够做速度的一个调整，反映到一个整个市场的一个机制哈。可能做30%以上。希望县长责成我们的地政处。税监处、财政处以及包括相关的地价评议委员一些专家学者建筑师工会的理事长，包括估价师哈，能够适时的如县长的一个主事，如县长为了体系哈苦民所苦，了解民谋哈，能够把这个公告限制跟公告地价做30%以上的一个调降，谢谢。我想这个市议员哈。接受到基层民众的陈情，我们非常的重视，也感谢您的提醒。好，我想这个是不是啊？我们就直接把3年1度的这个地价评议，把它调整为2年来评议，比较趋近于实价的波动哈。我想我们这个内部会做一个会尽快来做一个决定。啊，这是第一。第二，确实现在整个。因为经济的寒冬啊，整体的地价啊都持续在下滑，也有相当一个幅度。那如果我们把它缩减为2年来调整一次的话，那明年有机会来在意这些地价，我们想我们会做适度的趋近于现实面的这样的一个调整
来反映这个基层的民意。今年就可以做明年的，因为到县长哈，如果是中央的法院要调整两年，我们从105年哈，104年底做成的决定，105年、106年，现在已经两年了，所以明年107年哈，或许今年底开会是说，在107年年初就可以做地价评议委员的重新来做考量跟调整。我想因为施议员长期啊，在这个地价评议委员会啊、也多所专精，能够很确实的来反映民意。因为这个县府是基于过去的这个府会的尊重，所以按照这个议会推荐的名单，好来排定这个评议委员。好，不过我们还是要借重这个施议员的专长，我们可以再增聘哈地价评议委员，希望有更多良善的建议，能够让我们哈在评议的过程当中哈能够更贴近反映这个现实跟民意。但是，对，感谢县长多一份工作给我做。本来我这个头发上还乌溜溜的，因为自从当这个地价评议委员啊，几乎要跟这个专家学者，要跟他这个据理力争啊，跟他这个也不是针锋相对了。但是一个议会充分代表34万县民的一个民意哈，当然必须跟这些专家我想我个人的口才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不是专业，但是我专精哈，所以还务必要做一些功课哈，所以这个头发多几根的白了。好，这个我们就照施议员刚刚所提示的这些，我们尽快来进行。好，谢谢县长，县长请回。那也感谢县长这个体系民意了哈，尊重民意啊，为了花莲的整个一个民众的一个负担考量哈。那帮我那个 PowerPoint 那个租金的问题哦，就是做一个这个是有一个特例的哈啊，其实事实件的这个服务案件哦，其实光那个租金呀，105年哈。104年的105年缴的嘛哈，还34,003块哦。再另外一张哈，我们做调整了以后，你看，做77,280块，一个在五尾巷里面也等于是旗行，而且又没落了哈，它的一个租金呢、就涨了2倍多了，这个是台糖的哦。那台糖呢，因为哈台糖也是。把这个责任完全哈、就是推到就是因为地方政府的一个关系哈、那我想各位都清楚哈、这个我们县府的一个租金率呢本来是3%，后来调4%。国有土地哈、它的一个租金税率5%，大家我想众所皆知。那台糖它的租金率就7%。所以台糖不只是拥有大地子，但是台厂是一个盈利事业单位，他以盈利事业做考量吗？甚至我也跟他们这个争这件事情。今天你从1945年接收了所有50,000多公顷的一个土地，你如果没有这些农民帮你这个一个代耕，帮你从事农务，那你整个一个土地是要荒废吗？所以其实。很多人帮你维护这个土地，为这个土地的完整，包括土地的一个再利用、土地的再使用，你应当不是以盈利为主，应当是以共同来经营这50,000多坪的一个土地才是啊。你既然一个糖业公司，你一个公司，你就是经营你公司的一个政务的正当的业务，不要因为榨取人民的一个租金啊哈，应当是要不要不务正业，要以正正当当的你的事业，就是做糖业的，甚至你相关的一些工业，你这个去发展这些相关的加工食品工业。但是呢，你跟你这些伙伴啊，在以民争利啊，在榨取人民的一个租金哦，我觉得不够合理哈、所以台糖公司的这一些在中央的高官啊，这些董事会董事长，我不知道他们这个不知道。民间的一个疾苦哈，所以大家都看到，你看，光这个本来是3万多一个小老百姓，还可以负担一下子哈，几乎全部都是涨了2倍多的一个这个租金哈。那我在此也请问哈，
那个我们的税监处哈处长，我们的105年、106年度哈，我们这一两年我们的地价税，到底这个征收多少？前线的地价税，请你到。那你上台吧。那个105年度，大会主席赖长、赖秘书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大家早安。有关司议员提到哈，我们105年地价税的税收的这个部分呢，我们105年的税收哈，前数前数前数就是105年度的前数，105年度就是这104年的一个公告。公告地价、公告价位嘛，哈、哦。不是，105年是我们用105年，就是调整后的那个公告地价来课征，嘿。是。好，你让你要104多少？104的话是4.5亿200万，是。那106年？105年的话是6.5亿600万。对啊，就很明显，我们104年底做公告地价的一个调升嘛，哈、哦，那就在105年。跟今年106年那两年内，我想就是一年呢每年就增加到2.1亿的一个增加税收哈。所以因为的一个地价的一个调整哈，所以虽然我们税收增加了哈，对地方的一个县库哈，用入不多不少了哈，但是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让我们这个哈所有一个所有这个百姓啊哈。人民我想增加的很高的一个负担哈。好，等一下那个请问那个地政处的处长。处长，我想针对刚才本席所建议的这个哈，当然台糖有他们公司自己的经营形态啊，但是台糖我接到的服务哈，它都是推给县政府，这因为我们的一个公告地价的一个调升，所以造成他们的一个公司的负担啊，所以不得不把这个租金哈这个调上。那个租金呢您看哈其实我收到了这个服务案件哈40件呢，其中几乎都是非常高的一个负担哈。其实光这个我也知道，我们这个公告地价的是按照七段价位哈，但是七段价位哈，其实一个商业区还是做住宅区哈，但是一个七段价位，但是七段价位一个路的一个形态呢，跟前段跟后段呢，它的价位就相当的一个不一样哈，但是我们就按照公告线就用七段价位去评议，如果是它的一个属相或是说没有通路。那是不是这个还是跟前段的一个同样的一个公告地价呢？大会主席赖议长谢谢司经处司议员您关心本县公告限值跟公告地价的订定的情形。那刚提到说台糖的租金从这个102年103年到106年今天所收到的租金有很明显的涨幅。那么台糖的租金率事实上是所有的我们县内所有的公有地跟台糖土地比较起来，它的租金率是7%，那本县是4%，国有财产署是5%。那甚至于在耕地的方面本县跟国有财产署呢的租金率是250%，可是台糖耕地的租金率就要375%，那它折合对、啊、折合代金本县呢如果是以稻谷征收的话是每公斤10元，可是台糖呢是以每公斤20元相当于这个吨售的价格来征收，所以不合理嘛，台糖根本就是而且把责任把一切就是推给县政府嘛。是，谢谢司议员。那么公告地价的订定呢是要作为征收
地价税的依据哈，事实上不是作为征收地租啊的一个依据。那么关于地价的公告限值跟公告地价的调整哈，在中央各部会啊，像社会司他也调整了啊，调整的相关的这个标准哈，那以至于低收入户不会因为公告限值的调整啊，他的权益受到影响。那关于公告限值跟公告地价哈，因为它是属于人民应该征收的税负，所以中央会定一个作业的原则啊。那刚刚县长也提到哈，涉及到本县的哈统筹分配税款的比例，所以我们不得不配合中央的脚步。那关于公告地价呢？统筹分配那个处长统筹分配税款的一个比例呢？如果我们做速度的，刚才县长也很慎重的为了地方的普民所苦，但是如果我们做一个速度的一个调降，那对整个统筹分配款我们会减少多少？是我想统筹分配税款呢，这个相关的资讯呢哈，地政处并没有比较具体的资料哈。还政策。那关于刚刚市议员也提到说是不是在今年度啊，公告地价啊可以再做一些调整哈？那因为这个平均地权条例第14条呢，在今年的5月也修正了。那在今年度的下半年啊，照规定，那就要开始公告地价的一个作业啊。那我想说，现在就是要责成各地政事务所，我知道这个一个作业的一个程序哈，公告地价的一个加强地价的调查。对，啊，那刚刚委托各地政事务所。作为一个区段的一个价位，但是区段价位那个处长，我想要切实的一个做一个调查哈，我想地政事务所的所有承办人员，大家多辛苦一点，是希望在一个同一个区段价位，但是不同的一个条件，刚陈主刚才我讲的就是，在这个后半段，甚至于他的一个路况状况不良，其他是不是在一个区段价位里面有分的前段的一个价位，一个合理的价位？那一些条件不良的，甚至生活条件机能，甚至于在没有道路使用，甚至于宰相，或是说这个非常的一个很差的一个环境了，是不是也做一个比较速度的一个价位要有一种不同的，那价位的一个分水岭，所谓价位的界限呢，我们是不是用这个不一定说如果一个中山路中华路的前段，但是如果以属巷在一个后巷，那你也同样在一个区段价位，我觉得是对这个所有这个住户对民众是不公平的。是，谢谢市议员哈。那刚刚您提到的哈，就是一个街廓里面可能有面临马路，那我们会以路线价来定。那如果说它是在里地的话，那是以里地价来定。所以各地政事务所都应该要加强这个地价的调查跟地价区段的划分哈，让我们定的地价趋近于市价。确实落实，确实做到这个哈，这个不管就是哈，费了多大的心血，还是说，我想，这个是你们的专业啊，各地政事务所哈也要做这个哈，我想大家都是辛苦一点哈。那刚才县长也已经郑重的一个宣布哈，在107年的一个整个公告限制跟公告地价哈，不管我们的一个整个一个减少统筹分配款呢，我想对一个苦民所苦哈。体系民力哈，我想基于我们花莲县民哈，能够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价位哈，让比较合理的让我们的一个经济条件不那么好的能够接受，让人民能够这个能够安居乐业哈，能够过得去的一个过了苦路，只能够撑得过去哈。那好，那个请问那个财政处长，刘处长那个。我们那个如果对于整个一个调降呢，对我们的统筹分配税款会减少多少？再次财政处报告哈，再感谢施金树对我们税入的关心哈。就是在这个考核方面，因为它分了四大面向哈，那里面的子项目又非常的多哈。只是说我们如果没有按照中央的规定来调整的话，当然是像去年那个情况会发生，它是我们的分数没有到达，然后就扣了我们的统筹分配款1200万。如果今天我们全部实际上是反映景气不佳，我们所得调降，我想我们在这个解释上面会跟那个考核的成绩上面，我们会跟那个上级机关来解释清楚了哈，
应该是尽量是缩小它的影响。一千两百多万，我想是没什么了哈。但是几乎你们也很清楚哈。我想在地价调整，刚才县长也已经指示了哈，也宣布要把这个公告地价的调整。那因为不管本席有没有当这个地价评委哈，我在此也呼吁你们哈，一个做很详细的一个这个查估，同时你们三位都是地价评委，如果有一些这个估价师建筑师一个专业的那一些这个大学教授哈。各产业工会希望你们哈，这个作业单位呢能够做比较反映合理的一个市价哈，让我们的花莲县哈，或许是一个比其他县市呢，让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能够表示一个幸福的一个花莲县，好不好？好，谢谢司议员，好，我们会审慎办理，谢谢。好，请问。我想花莲哈是一个福地哈，好山好水，好人伦呢。可是同时呢，老天给我们的独天独厚的一个好环境哈。那这个我们的这个花莲的这个要打造一条像我们欧洲法国的一个香榭大道哈。那过去的一个香榭大道自由街哈，早期。是一个违章建筑哈，恶臭哈。那现在我想打造一个要美轮美奂，同时呢要把花莲的一个转换哈，脱胎换骨哈。本席甚至我据我所知的哈，两侧的一个店家住户，大家我想几乎没有人反对哈。那本来也有人建议说一个清水沟了哈，其实大家都知道哈，那个断面不够哈，所以本席在想到哈。我们花莲老天给我们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美仑溪哈，美仑溪也是花莲的一个花莲县市的母亲河哈。那我就在此建议哈，可能把我们的这个美仑溪哈，能够打造一个一个美仑溪美仑溪的总共的长度哈，是 12.5 公里了，就是从上游的水源地哈，它的一个。当然从在最源头还有 3.3 公里，总长是 15.8 公里哈。但是从这个我们的水源地在河口下来呢往在中游下游，美仑溪横跨的整个花莲县市哈，我们的吉安乡的太仓村，加上这个我们的国兴里、国庆里、国强里，包括这个国盛里到整个民生里呢，横跨了三个乡镇一市哈，新城乡、吉安乡、秀林乡哈，然后个花莲市哈，整个三个乡一个市哈。那在民国74年哈，这个美仑溪的治理规划，曾经我们县政府就委托日本的一个象集团哈。来做一个规划哈，本席也认为这个当初的一个规划报告书哈，一个完成的一个成功度哈，非常的高哈。当然，右岸的是花莲市的一个精华地区哈，当然精华地区本席刚才讲过，就是一个精华地区车站的一个前面国盛里哈、国联里，甚至于我们的这个人家说对滚没有国防里哈、国光里，包括民生里啊，右岸的一个就上校街民里。明理国小哈，那清华社区后段的这个中山桥路段哈，一个左岸的上柱桥，甚至于我们的美仑溪呢，我们的一个左岸呢，有我们的这个美仑山中岩，那右岸呢又有江津湖哈，清华社区哈，其实美仑溪啊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风水地理的一个宝地哈，美仑山也是花莲县的一个宝山哦。你看我们的行政机关，所有这个地方法院，所有我们的一个新增地开发局，我们的县政府，县警察局、税监处、县议会哈，全部都是在美仑山哈。
那我想利用水与轮的一个活动，清水注水，保水的完整的一个概念，将我们这个好山好水的美仑山呢，打造一个得天独厚哈，一个山川秀丽的一个美仑溪哈。我们也都知道哈，好山好水，花莲仑的一个母亲河哈，给我们的孕育，我们的成长长大，这是老天赐给我们的哈一个善举哈，善哉哈。那河流与人类的生活关系的密切哈。非常的一个紧密，有一句话说“有土司有财”哈，有水就是宝。早期的一个河川整治着重于在治水和用水了，但是哈，近代的一个环保意识的一个提升和观光的产值、观光休闲的一个产值的提升哈，所以有渐渐利用清水了哈，多运用的一个管理跟构想哈，所以本席。也在此的一个呼吁哈，我们的有作为啊，很努力哈，有人就是说花莲网，但是呢，我本席论呢就是这个有魄力了哈，有很强势哈，那个蓝天时候很强势的县长哈，希望能够在这个利用我们的一个美仑溪的水资源的运用和管理的一个概念呢，再次展现你县长一个魄力哈，我想很希望以有远见的同时能够为花莲的希望跟愿景打造了一个县长希望来共同为我们花莲的一个美仑溪母亲河哈来再次的破化和展现你县长的高度哈那也充分的运用哈本席呢最近哈就在去日本做一个狮子会哈日本监督京都籍，他名叫京都籍来访者 club 哈的一个交流，曾经在虽然是在会议，曾经已经在半年前就决定了哈，也曾经去到京都的一个叫做鸭川呐哈，那请泡泡你来看一下一个鸭川哈，那也请我们的所有一眼投入所有像你的团队哈，跟在场的媒体记者，大家共同来看这个鸭川之美哈。后面的十分钟，那个议长，哎，我那个十分钟再加上去，好，我剩保留了十分钟再加上去，那个再加那个十分钟，你现在请谁上来？这个就是日本的京都哈，一个在市区里面，他们的京都的母亲河，我们花莲县的一个母亲河哈，就是等一下慢一点哈，一个那个鸭川，我们是美仑溪哈。他们这个房子、有300多年、一个日本监督局招待我们花莲第一狮子会、去用餐，其实他们的屋子里面、不让你进去，就是全部在这个鸭川的提案、在露天的、你看那个那些日本人、招待我们，全部他们都是在那边晒太阳，那一天刚好阳光普照、那个非常的一个阳光非常的强烈、但是很抱歉哦，因为几个夫人呢、包括我太太哈、我也就是晒的本来就是那个本来就黑黑的哈、就撑着伞了哈、就在这个鸭川的一个提案哈、在用餐再来。那个都有看到那个，这个是我内的，停一下哈。一个在日本京都市区里面一个鸭川哈的一个等于是他们的一个都市的母亲河哈啊，所以本席呢在此建议哈一个不只是一个哈把我们这个打造美仑溪哈美仑溪的一个打造有四个一个面向哈，我想一个四个功能哈，第一就是治水的一个机能哈，河川防洪疏洪哈一个泄洪的功能。第二呢，用水机能哈，生活农业灌溉哈，车站前哦，大家都知道我们龙滨桥一带哈，很多还有都是在利用这个美仑溪在灌溉哈，还有一个我们的三千抽水站呐、三千河抽水站哈，很多都是利用哈。当然工业之用水，当然我们花莲都是没有工，我们都是无烟囱一个产业哈。河川之航运哈，早期我们都知道哈，把它转让到
保期的我们的这个美伦溪哈，在我从外地来，我是一个云林的祖籍，但是来到花莲的一个长大哈，在云林出生，在花莲长大。早期的美伦山哈，美伦溪，我记得我们在六十几年之前都是有在各莫朵划桨哈，甚至有我们的火龙舟比赛，都是在美伦溪哈一个龙舟比赛哈。所以其实早期在民国六十几年哈，到五十三年到六十几年了，其实就是美伦溪的利用的溪水清水哈，一个非常一个相当好的地方哈。那再来就是环境的保护哈，机能暂时停在这里哈，维护生态的环境、地域空间及景观了哈。那我想又有一个哦，如果从上游哈，美伦溪的国府哈那边的断面哦，曾经最宽的断面385公尺。利用国府桥可以打造一个拱形桥，加上这个景观光雕 LED 桥，配合着我们的港天宫，是我们县长的一个这个义母哈，妈祖娘娘妈祖庙哈，配合整个一个我们的国府社区，包括未来东方虾尾屿，或许有可能听我们的县长还有议长说，要把我们的这个东方虾尾屿哈，变成我们的一个台湾东部的国立历史博物馆。所以整个一个上游在这个国府地区，包括这个国府桥，如果国府桥我想国府桥哈也已经已经超过一个老旧的一个年限了，它的一个承载的问题哈。所以国府桥如果是要把美伦溪整治，美伦溪的一个整治，包括国府桥变成一个拱形的景观桥哈，国府桥的那一带从上游、中游到下游，你看我们下游的这些下游就是从我们的这个车站前面哈，这个国盛里，到整个千华社区，到整个我们的俗称的叫曙光桥哈。其实，美伦溪哈是一个不只是生态环境哈，一个清水的一个公园哈。那如果还有就是清水的机能，提供开放的空间。其实现在的一个旅游不只是光是在室内，如果一个多一个景点，清水戏水哈，在我们的一个市中心里面，又一个老天给我们那么棒的母亲河，清水戏水。有一句话说，仁者乐山，智者悦水哈。我想，这个美伦溪是老天德厚给我们的哈。那本席啦哈，也在此是跟我们所有议会呢，所有议员。大家共同来建立，是不是县长有没有这个破坏这个打算，把美伦溪呢打造一个媲美的韩国的千溪川，甚至于日本的一个京都的鸭川。那如果以国内呢，目前我们台中市政府哈，打造一条柳岸川的一个溪流哈。所以花莲的一个好山好水好福地好伦伦呢，希望县长呢能够重视我们的美伦溪的一个整治美化，不只是光美化呢，把美伦溪打造成一个世界级国际级的一个清水景观，治水清水的公园啊。本席的这些构想呢，不知道请教是不是县长是不是有做一个是不是有这一方面的一个打算，还是说有大的破坏跟规划呢？谢谢施议员刚刚提到啊，一个美丽漂亮的城市啊，基本上都要有水。这个水的这个元素跟环境才能够营造出来哈。那以花莲市来讲的话哈，我想这个非常清楚，就是今天花莲市要打造一个水环境的话，我们旁边虽然是太平洋，但是太平洋基本上都是危险海域哦，也不能去戏水，也不能干什么，所以过去我们就是把这个花莲的观光不足的部分呢、啊，
就是花莲明明在海边，可以做海上的活动啊，比如说赏鲸啊，好，这个这个包括这个这个独木舟啊等等的哈，有各种水上还有冲浪啊等等啊，但基本上那不是要冲浪的话，如果不是很专业的话，都有相当的危险性啊，所以我们基本上花莲美中不足就是这个没有办法直接啊让大人小孩都直接能够到清水的环境，断水，所以我们断层带加上这个我们花莲的海域海象是海域海象是非常恶劣的哈，所以才会有说我们尽可能就是打造一个水的一个环境啊，把这个绿森林把这个斯卡轩公园打造成绿森林清水公园啊，让北区有一个一个戏水的活动的一个地方。那同时也搭配呢，现在福德段整体的这个新都市的一个计划哈，我们在那里做了一个滞洪池，也就新的一个湖哈，做一个湖在那里，啊，紧邻的日出大道，还有这个东大门夜市啊，整体串联跟海滨大道，整个跟太平洋公园串整个串珠把它串起来。那至于说一条比较长的啊，一条能够从上游到出海口都能够整体营造的话，我想这一定是这应该就是我们的美仑溪。那美仑溪我们现在已经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做相关的这些规划，好，让整个美仑溪啊这个周边沿岸都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一个。让市民啊能够休憩啊，在这里啊做一些健康的活动哈，做一些健康的活动啊，同时呢，也能够对整个城市的景观能够再大幅的提升啊。我想刚刚施议员所提到在花莲市的部分呢，真的要营造一条这个东台湾的清溪川呢，我想应该就是这个美仑溪，好，那美仑溪现在基本上有几种规划，我们现在在高滩的部分已经在整理了，好，包括除草啊等等的，我们现在县政府已经在做这些相关的这些整理。院长，这个算一个区块一个区块，我想比如现在好像是不是很完整的整个一个规划，当然碍于监会了，但是呢，这个好像片片凑凑，但是监会。我们的这个所谓8年800亿的一个中央的前瞻计划，那我想前瞻计划，我们花莲的一个市区的狭窄，再加上我们的一个街道，不可能跟西部的都会，我想这个轻轨哈，不适合我们在花莲，我们的一个苏花改二期的工程还遥遥无期，加上我们的一些基础建设呢，其实不如。8年8800亿的前瞻计划呢，是不是以这个有一个治水的一个观念呢？我想我们也把美仑溪的整个一个整治呢，整条的完整12.5公里的一个长度，全部整个一个在本溪的一个当初一个日本这个规划集团在81年就有做这个规划，但是当初它是规划是6亿8000多。我想在一个整个一个物价波动和工资的一个上涨，或许这个整个十几公顷，我12.5公里哈，或许可能到目前要4倍5倍的价钱，可能30亿以上。我本席大约我自己的一个哈，自己我不是专家，但自己出30亿，不如我们把一个完整的一个美仑溪呢，整个不要说一个区块一个区块的，只是在美化，在治理。整个一个完整的规划，把美仑溪打造一个比美韩国的清溪川，甚至于这个日本的鸭川哈，我想是不是县长我呼吁也哈，是不是县长哈有做这个一个规划？实际金额过去我们有请这个日本的这个专家团队有来做过评估嘛哈，跟这些估算，当然现在时空环境也不同了哈。我们如果这一次我们来发挥，
能够争取到相关的经费的话，好，我想我们美仑溪绝对是首选，好，因为这一条啊，不只是能够打造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水环境啊，同时呢，也为这个地方的乡亲带来更多的提高生活的品质，好，还有整个都市的形象，好，我想这个部分绝对是我们的首选。也谢谢施议员给我们的建议，好，我想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进行。谢谢县长有这个眼见跟这个我们大家打造希望的愿景。好，谢谢县长，请。谢谢施议员。那在此哈，本席我想今天针对一个美仑溪的整个前线的一个景观规划哈，参考当初81年的一个曾经我们花莲县政府就委托陆本向集团哈，把我们的一个曙光桥出海口用这个充气式的一个拦水坝哈，如果遇到这个汛水期还是台风期，就把这个这个拦水坝哈，这个充气式就把空气放掉，整个它就可以马上这个溪流，加上一些整个一个断面哈，包括整个一个分流上中游每个区段哈，做每个区段的一个拦沙堰哈一个拦水堰，我想这个是一个非常一个棒的一个这个整个计划，当然经费也算是40亿的一个经费哈，那希望就是我们花莲县议会哈，在一个督促的单位，甚至也希望县长他的一个有一个理想，也这个构思哈，大家共同来打造一个世界级相当棒的一个清溪川哈，那个美仑溪。那在此我也先做一个预告，下一次哈，我想非广告时间，下一次可能我就针对美仑溪沿岸的我们的美仑山的一个整顿哈，包括我们的一个很棒的一个打造我们花莲这样一个办理的国际指标，变成一个国际级的指标公司，跟规划和工业花莲，跟规划花莲包括入口的千多公园，以及世界有名的很多的公园，甚至把我们的火山公园，目前呢有一个我们的前几年的县长，目前这个我想他这个林先生。家里的创办人想报案的，可是呢，他受了讲说，人生他已经70岁了，他如果留下，他现在当过市长，也当过国大代表，县农会总干事，校长也当过嘛，所以他现在是这个，在火山公园的12.9公顷地区有一些迁葬工程，他要用当初打造的这个核心运动场那个基础，早期的核心嘛，他在现场的时候。就说柯南斯，他目前呢，我们议会这个同仁在花莲出席的这个李东中李中方面的主席啊，还有黄顿中也指挥主席，还有这个我们西安的副指挥嘛，这个议会的大会嘛，也作为公民，从7点开始就每天都拿60块公主会，还有柯南西的去，也每天拿60块。他就把这个工程款的新主题说好像推进式的，把我们这个这个火山公园嘛，先迁多少它都七八万的，先叫快手就变成更好的，反而用主场。所以那我想下一次我们就针对我们的这个火山公园12.9公顷，甚至很多边的一些住宅的土地，但是我们已经现在。把火山公园变成一个打造石雕国际这个花园，相信花园的未来就是大家共同规划的。谢谢大家。好，谢谢施议员的咨询，接下来由施卫平议员咨询，咨询时间40分钟。大会主席赖议长、赖秘书长、县长。县府的各局处首长，还有我们议会同仁以及各位媒体先生小姐，大家早安，大家好。好。每半年一次的县政总质询，除了提出乡亲们的建议以及心声之外，本席还要在这里呢，感谢这县府团队这半年来的努力，以及呢，本席平日
反映的问题都能够迅速确实的协助解决。那今天呢，我有几个面向想要提出来哦，这都是乡亲呢向本席所反映的。其实本席要讲哦，乡亲没有所谓的政治立场，只有希望能够安居乐业，希望能够解决他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困境。所以呢，希望今天本席所说出来的心声都能够获得县府团队的重视，或者是对策，让我们的乡亲可以有一个盼望，可以知道接下来还可以怎么做。那首先呢，我们先来谈一下这攸关大家肚子的问题哦。其实很多乡亲他想要站在这里去叙述他们现在的困境跟现在的痛苦，那理由呢，本席在这里发声，希望呢我们的这个团队可以听到他们现在的困境哦。那花莲是以观光来立县，所以我们有很多的行业都仰赖这个观光来进行。那从去年的520开始，因为政策整个大幅的改变，导致花莲的状况也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尤其是经济。那跟本席所反映的行业哦，包含旅馆、民宿、餐饮、小吃、各种特产业、艺品业、旅游业、交通租赁业、加工业、食品加工、农产、百货、服饰，甚至连超商，都曾经向本席吐过苦水。花莲现在的经济可以说是一蹶不振，而且是急速下降。我想在座的各位身居高官，可能很难去体会现在百姓的痛苦，很难去体会收入不稳定，要缴贷款，下有妻儿，上有老父老母，然后又没有愿景的那一种痛苦。这些行业都向本席来诉说，我问说议员，我们该怎么办？本人能力有限，我能怎么办？只有将他们的心声向各位表述。那很多的商店呢，因为没有办法经营，现在面临倒闭，也因为一立一休，所以老板呢不敢再有加班。那产生什么问题？雇主没有收入，受雇者也不敢乱花钱，不敢乱花钱，我们的商店连花莲县民都没有的收入都收不到，更遑论到能够有观光客的眷顾。所以这很多的问题哦，这我们必须哦，请县府团队，待会呢我会请观光处长，会请农业处长，还有我们的县长来探讨一下，该怎么样给我们花莲县民一个期盼。大家不能够再等下去了哈。首先我们请观光处，其实我们的传统概念都讲的是说一节食，是共体时间，是共度难关。但是真正能够解决问题是如何开源，开源才能够摆脱现在很不好的体质。所以包含现在年金改革种种的政策都在说一节食，本席认为节流是对，但是开源更是重要。请问我们处长，在观光产业这个部分，我们有没有什么开源的措施？好，谢谢议员的关心，也让我有一个机会来跟大家来报告。那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在观光业
那我们做了哪些事情？那从去年开始，我们就不断的好在，因为县长在去年的105年初哦就开始提醒，就是整个观光业会有一些产业会有一些变动，所以我们在去年的开始3月份、1月份开始，我们就不断的跟我们的观光业者啊展开密集的联系跟座谈，提醒整个观光业的转变。那一直到今年去年，因为本时间有非常多面向的议题要讨论，所以去年开始，我简单的讲，就是说在开源的部分哦，那客人的当然陆客是没有办法取代，因为它消费力很大。那所以我们在开源的部分就是配合中央的政策，那我们不断的开辟东南亚的客人，好，那从去年有成效吗？东南亚客人？好，比如说从去年12月6号开始，那我们本席让你好 ，OK 好，这是目前我们做的哈。对对，本席让你去看一下，因为时间有限哦。你有没有到各商店去走一走？礼拜一到礼拜五白天几乎是没有什么客人可以上门，大部分的人可以关一关就休息，免得赔钱。为什么赔钱？因为有水电费、人事费、房租费等等其他事务费，必须的。只要店门一开，这些就是要支出。是，没有顾客上门。那我们看一下那个一个数据哦，这个是有几个朋友不同行业提供他店内的营收给我哈、哦。那本席用3月、4月、5月的上旬有3家店。可以看一下，3月1号30块，3月2号比较多一点，2180元。第一家店上旬收入大概是10000块。那 B 店呢？六日你可以看一下，4月1号跟4月2号是礼拜六，好多一点1000-2000块，甚至有收入是零，8000多块。C 店6000多块，10天。我们不要说这个是在金华区哦，花莲市的商店哦，这些光付他们的房租可能都不够，所以要不要有没有要不要请人？不请人，老板娘自己上场。这个哦，都是百姓现在非常无奈哦，非常痛苦的感觉。可是钱呢，一张开眼睛他就是要花，还有小孩，还有贷款等等，要不要收店？这个一定要收店啊，所以你可以去看，现在有很多商店，它都是怎样？它已经不开全天了，很多都是时段性的去休息。那如果收入是这样，我们有没有办法引领乡亲可以自立自强？可以想办法再怎么去做开源？当然，我知道处长你非常的努力，本席也相当肯定县府团队的。这些过程的辛苦我都看在眼里，所以非常感谢。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再去处理这个问题哦？这个部分呢，我们今年哦，已经有争取到一笔，就是说对于创新产业哦，不管是在服务创新或是技术创新，我们就希望在这段时间里面，让我们的商圈跟店家有机会做一个转型转变。所以我们今年也争取到跟经济部工业局，你是说 SBIR 吗？对 ，SBIR。我有收到这份文宣哦，连续从花莲市跟玉里镇，我们都有开说明会，那目前都开始在报名。对，我跟你讲 ，SBIR 可能我去写计划或怎么样都不见得过得去，更不用说是我们有辅导团队，这个只要有困难的，只要有困难的哈，可以跟我们的辅导团队来联系，会帮忙他们怎么指导他们怎么撰写自己的优点跟长处。啊，我今天讲出来是希望。各位可以去感受一下现在乡亲的困难跟困境。好，请回。接下来请农业处。花莲发展观光，但是以农业立县哦。刚刚从观光处长的答询当中哦，其实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其实我们的农产品同样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刚刚跟怎么陈昌明议员交流的时候，他也有很多反复的心酸哦，农民的心酸哦。
现在不管是农民，或者是农产品加工业，或者是零售业，在这一波政策的急转弯之下，也受到了很严重的创伤。好，像就像我们的餐饮业，所以你说餐饮业跟农业没有关系吗？有，餐饮业没有客人，他就不会去买菜、买鱼、买肉。那卖鱼、卖菜、卖肉，又要卖给谁呢？这个是一连串所影响的这个经济效益哦。那再来，我们产品输出受阻，很多人他可能本来是走小三通出去，好，或者是呢把这些东西送出去卖，可是现在产品受阻，东西卖不出去。再来，整个现在经济环境差，很多那个市场的阿姨跟我讲啊，然后来买菜拢嫌菜伤贵，提提起来看看，又甲扛落去。他的心就这样提，拿起来，哎，要赚钱了，哎，放下去没有了。所以这个整个问题啊，现在真的是乡亲哦，真是苦不堪言哦。那另外哦，还有一个好的事情想要跟这个处长分享。部长不晓得有没有发现，我们花莲有很多的小农开始出现，那包含呢、啊、种红梨啊，种姜黄，好，种一些经济可以卖出去的一些作物，他想要这个贴补家用，好，或者是做兴趣，有很多呢，甚至是当作是事业在经营。那尤其现在年金改革等等问题，有很多有军工教的这个友人就跟我讲，哎，我现在要开始去思考啊，那个退休之后我是不是要做什么样的事业或副业，大家都在探路，也就是说大家其实都很有赚钱的兴趣，大家都很想开源，但是怎么做好。那还有像一些农户啊，开始去做一些辣椒酱啊，凤梨果酱啊，好，柚子酱，好，姜黄粉，这一些他们现在都想要去做小生意，怎么做？那处长可不可以给大家一个关于这部分农业的一个开源的建议啊？好，我们大会主席赖议长还有我们司议员在座各位的议员跟媒体先大家早哈。那非常感谢我们司议员啊，对我们因为大环境的改变啊，对整体花莲的这个农业的一个经营跟生态啊，有重大的一个改变。好，那造成有一些小农或者是这些菜在行销上或者是价格上啊，造成行销上的一些困扰哈。那我这边啊，大概就针对议员所指教的部分啊。简单的说明一下，可以简单说明，因为我那我想第一点最重要，这个是第一个，当然是大环境好、有造成大家感觉上自己的荷包也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在采购的这个意愿上大概都会比较精打细算好、比较斤斤计较。跟我讲怎么做啦，这个我刚才讲。那怎么做，我想大概基本上，如果说是你是惯性的农法的这一些农友好、比如说我简单举一个例子，你要是种一些简单的蔬菜水果的话，那你可以，我们现在在花莲市农会有这个农民直销站啊，可以把你所生产的这一个蔬菜水果送到这边去做直销啊，这是一个提供他销售的一个管道。另外呢也有所谓的农夫市集啊，这也可以提供他行销的一个管道。那另外呢，我们整个农会系统呢也有在台北的希望广场或者是。是农的。好，因为我时间关系哦，这个部分请这个处长听好，然后想想对策怎么协助开源哦。比如说我刚才讲，你刚才讲的都是整个农会体系，刚才我说的是大家其实已经开始很想要赚钱了，大家想要努力的去开源了，花莲人的勤奋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怎么样去协助这一些已经有这样的动力的人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哦。刚才比如说像刚才本席有讲，我们的交通受阻，像小三通，好，有一个国际物流的小姐就告诉我了，小三通以前去啊，运费低，很快速，那现在不仅呢，清关非常的难，运费都增加了2到3倍。好，我们有一些
一些乡亲啊，他想要出去就没有办法出得去了，因为再考虑一下成本，就这样就不行了哈。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我在强调说这些东西是很重要？本席上个月的时候在台北去参加两个展，去看两个展。这两个展我都碰到了花莲乡亲在那边展示我们的农特产品。会有一个问题，其实有乡亲要跟我讲，真的是有厂商去跟他接洽跟接洽，希望可以去引用他的产品。可是呢，对于签约，对于后续的处理，他真的是不太知道，所以他去参这个展根本也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那可是我们开放这样的空间，所以有很多机会是在我们乡亲面前扫过去，没有办法抓到，这很可惜。他们也非常扼腕，但是怎么办？实力不足，怎么样让我们的县府团队可以去协助这一些已经想要开源的人，可以去有更好的方法、更好的对策，甚至知道该怎么做去处理它。这个处长，我想这个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要做事情的人啊，像本席在去年去讲到西瓜田，前年去讲到西瓜田苍蝇乱飞，去年就完全没有。好，所以我相信这个部分本席提出乡亲的心声，是希望你能够去找到一些对策，做出一些作为，好来协助我们这一些还在苦难中的乡亲，好不好？因为我时间有限，我只能赶快把这些乡亲的心声说给你听，希望你能够后续接下去处理，好不好？好，请回哦。我的学生现在最大年纪大概都是37、38岁了。现在人都留在哪里？都留在台北或者是中部，回来花莲的人非常少。那尤其是现在20几岁的年轻的学生，几乎没有办法留在花莲哦。很多人想回花莲工作，但是想想看哦，很无奈，再加上现在火车票一票难求。我自己弟弟要回来花莲，都买不到车票，这个回乡之路非常遥远。本席想要提到的是，花莲一直说是穷乡僻壤，可是呢，一直拿不到经费，就是因为穷。事实上，我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文景观、多元文化，这些都不是问题。穷在哪里？穷在我们的人口穷，我们的经济穷，我们的发展穷。所以呢，一直没有办法得到中央政府的青睐。那我们不要说，我刚才讲无关政治立场，这是几十年来的问题。所以跟县长跟中央关系良不良好，我想也没有绝对一定的关系。可是花莲如何从穷的过程当中可以去翻转，才有办法解决很多包含就业问题、包含人口外流问题等等的问题哦。那现在当今政府不断的这些改革的声浪当中，我们看到就是不断的缩衣节食，挖东墙补西墙。但是我不管这一些，乡亲他在乎的是，我愿意努力，我愿意勤奋，但是我应该怎么做？县政府如何带领这一些勤奋乡亲想要改变宿命的人，去走出一条路来，去能够得到一些期待跟方向跟期盼，如何解决他现在肩上所有刚才本席说过的压力？太多人在我面前诉苦、跳脚、生气、缴不出钱，有没有用？没有用。我相信现在的困境也不是一两年可以去扭转。但是怎么办？大家等不下去。我想穷则变啊，变则通啊。大家都知道啊，其实县长有孙悟空72变的能力，大家大部分人都赞同啊，也把寄望在这个有能力的人身上啊。所以我现在想请县长啊，县长。我们除了向外拓展去中央争取经费之外，本席希望争取经费不是只有基础建设，也不是只有交通建设，如何去当刚才本席所说的这一些
像受苦的乡亲如何再去争取一些可以开源的方式。你这么有这个头脑经商，能不能帮大家想想办法？乡亲希望听到的是一种盼望跟方向跟对策。西元啊，我想我们都是同样的心情。我想我们要比较充分的时间来讨论这些问题。啊，我想市议员，我从去年的一月，2016年的1月，就跟业界在讨论这些问题。寒冬即将来临，好，所以去年的4月，我们也不断的对外谈一些航权的问题。好，同时呢，对于我们在地的这些，农特产出入的问题，我们都一直在进行。一个最能沟通的政府，一个叫乡亲百姓，如果讲话政府还听不到的话，可以拍桌子的中央政府，这个新政府。我想市议员，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完全没有跟他拍桌，我们只是充分的、不断的表达在520之前。我们向中央不断表达，像贺成旦这些人在反对交通的人可以来做交通部长吗？有很多的人，中央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我们不断的在表达，你也知道我在这里被执政党议员把我骂成这个样子。我们只是表达人民，就像你讲的人民痛苦的心声，我们讲希望中央能够悬崖勒马，就被说我们是怎么样怎么样。是啊，我想哦，我们不要谈论政治立场。现在我们现在没有讲政治，我们现在完全跟你讲民生问题。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民生问题，这就是真正现在百姓碰到的问题。我在这里讲了，从第一天讲到现在，好，来报告台，从第一天讲到现在，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哈，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国家这个架构是崩溃掉的。花莲本身它是靠观光跟农业这两个最主要的产业，在这种完全中央政策把台湾最大的市场把它隔绝开，其实司议员啊，你刚刚所提到这个问题，县长可以很清楚的跟你报告。你现在看到的问题才刚刚开始而已，我再说一次，才刚刚开始而已。那怎么办？怎么办？所以，我们当然要代表基层的乡亲，他的哀嚎的声音，要让总统能够听到啊！你讲给我听，不是要我讲给他们听吗？对，对不对？没错。所以，司议员，你想想看。我们把最大的客源市场现在切开来，进不来花莲，然后向东南亚用全面拿我们人民纳税的血汗钱去补助所有东南亚的这些，包括这些菲佣到台湾来玩。现在韩国人这么有钱，我们政府还补助他8000块可以来住5天的5星级饭店。问题他不会来买东西啊，他有这打5天高尔夫球花8000块台币。我们自己到芙蓉住2天都要10000块台币，更不要说还要吃喝玩乐。问题是这样子消耗我们的国库能消耗多久？我现在看的不是才1年2年，这个东西未来我们花莲子弟，我们现在不断在做的，包括把我们能够走出去，我们的农产行销公司，就正如你讲的，其实你讲的问题我们通通都面对，也通通都在处理。现在小三通有多困难，我们都知道。现在农产品根本过不去，所以我们现在还要积极的把我们的肉品市场改成我们的整体花莲的农产营销公司，那是100%花莲县政府的。我们现在要把农产品要走出去，大家都到菜市场买不起菜，但是菜价还在往下跌。又是大家荷包里没有钱，我愿意看到你告诉我一家店，在市区的一家店，
一个礼拜营业额不到10000块吗？我相信县长你也很辛苦。我了解，因为晚上我会出去看，不是你有看，我有出去看。好，晚上7点多店门就拉下来了。照理讲，华灯初上，我们现在不断在讲的，这不是政治问题，是民生问题。县长，所以十亿元，我希望下次我们在代表基层的民众的呼喊的时候，我也希望你能够响应。只要是攸关花莲乡亲的福的利益跟福利，我一定响应，这没有问题。所以县长，所以你刚才所讲的，其实本席也非常认同。可是碍于我的咨询时间真的有限，请县长，我相信县长苦民所苦，我也相信你有绝对的能力，你有绝对可以带领乡亲往前冲的气力，本席愿意。如果是有利于花莲乡亲的，本席绝对奋勇向前，绝对配合。那因为时间关系，所以县长，还有一件事情，我还要再拜托你，就是不只是现在我们要解决这些国家迫切要解决的民生的问题，还有我们更希望花东铁路双轨电气化当然要做，这个关系到您刚刚讲的孩子回不来的问题，家人回不来的问题。苏花改二期要做的问题，但是我们不希望西部遍地的轻轨，让我们的子孙每一年要亏2000亿，这个也是花莲人住在花莲都要去承担西部的这些财政黑洞。我希望这个都是我们民生未来会碰到的问题，我们要一起来坚持。谢谢县长，希望县府团队及县长可以加点油，大家一起努力哈。那因为。请县长请回，谢谢你。那另外啊，我要再咨询的是花莲停车场的问题。花莲是东部区域发展的重镇了，那由于现在车辆发展的趋势以及是主要人口的聚集地哦，所以呢，这个停车需求大量增加。那早期的规划跟现行的事实呢，其实已经有点相违背。那停车的需求啊，这个花莲市呢发展的非常快速啊，停车问题非常的严重啊。那本席呢，就最近有接受到乡亲的反映，说我们的仁爱街这一条路啊，有一整排的废弃屋舍。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是仁爱街，下一张。好，这是仁爱街与林森路口，花莲市公所已经去争取到啊，变成是公园。再下一张。旁边呢，还有下一张，还有一些零星的停车场。好，接下来请播放那个影片。从这个地方往后走，这一栋没有人住，通道呢也被铁皮给遮住了，很长哦，非常大的一块地。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屋内啊。其实都已经破损了，没有窗户了，就任其荒废。后面就是民意国小，在花莲市区还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对，这是宿舍，但是已经常年没有人住的宿舍。好，我们现在请定政处跟建设处啊。现在都没有窗户了哈。好，地政署，请问一下这一块地目前所属单位以及现况是怎么样？大会主席赖议长哈，谢谢市议员关心哈花莲市停车的问题。那么林森路斑马公园东侧的公有土地呢？哈，就我们了解，目前的管理单位呢是国有财产署。那我们也去询问的哈，关于这些废弃房舍目前使用的情形。那国有财产署呢，因为他们表达哈，上面的房舍因为还是堪用的，所以他也很欢迎一些公益团体哈，那或者是机关团体有需要使用这些房舍的时候啊，可以申请拨用哈。以上说明，谢谢。好，谢谢处长。之前跟处长交换过意见。这个地方如果要变成是一些公益团体或协会使用，事实上不太可能，它可能必须有很大的一笔修缮的费用。
那本席呢为什么要提出来那个地震处长请回啊、哦、本席为什么要 提出来的原因就是刚刚我所讲到的停车问题啊、哦。这么大片的地方任其荒废，然后呢又希望有人可以去认领去管养它，事实上呢这个需要一大笔的费用，所以基本上不太可行啊、哦。所以在还没有人愿意接管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申请呢、哦？那我现在手上资料，花莲市都市计划区内已经设的停车场有七处，可是已经开辟了两处，其中有五处呢。这个我想说，这个要变成停车场的机会也太渺茫了哈，是不是？对，是，就是有七处，哎，很渺茫。所以呢，有没有办法请这个建设处或其他渔处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像这一种地方。如果把它申请来做停车场，可以解决到市区很大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现在停车场啊，我刚才看这个处长有给我一些资料、啊，应该是不太敷使用。那就算以后想要在花莲市的周边做三个大的停车场，可是如果想要在这种地方，它变成促进它的一个繁荣的话，是势必有在花莲本身停车场里面可以去有一些。再去寻找一些点哦，处长可不可以协助一下？是，谢谢司议员哦。那司议员刚提到说，目前没错，花莲都市计划区里面的停车场用地大概有七处，但是广停用地的部分它有25处，所以因为广停用地它也可以开辟作为停车场来使用。我看到那25处哦，事实上那25处。不是有的不是非常的好，也不是在非常需求的地方。所以哦，像这个地方哦，看能不能够再去继续争取，能不能够另外辟作他用？哎，像那个花莲市公所那一块就变成公园用地，跟他一个小小的停车场，这样子感觉市容观瞻上，实际使用上其实都非常的好，可不可以协助帮忙询问协助一下？是，谢司议员哦。那这个部分当然有涉及到都市计划分区问题，但是如果说要作为这个。是不是可以就作为这个停车使用、哦、就是以现在的现况来讲去做简易的处理的部分、啊、这个我想我们会后再来研究一下。再研究一下齁。那另外齁、哦、另外本席还有一些建议齁、哦、就是如果不是在闹区，不是在一个希望可以提高停车周转率的地方，尽量不要让这个地方齁、哦、变成是一个收费停车场、啊、为什么？如果这个地方它不需要提高它的停车周转率，那这一些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它并不是一个很繁荣的商业区，那停在这个地方的大部分都是什么？都是住户或者是办事的人，那你一旦收费，这些车子会到哪里去？会到巷弄里面，然后呢巷弄里面就侵扰了这个住户的安宁。所以像现在那个国安邮局旁边那一块整个大块停车场，可以去发现收费大概2-3个月，所有的车子全部进巷弄，但整个停车场呢空荡荡，真的是有点浪费资源哦。这部分呢，还是请这个处长哦，可不可以去跟公所去做一个联系或者是沟通啊？是，这个目前因为那块停车场现在是市公所委外去，对，委外。那这个部分，这个我还是要跟表达一下哈，很多人的心声啊，全部挤到住户有怨言，本来在那边使用停车的上班人员也有怨言，然后呢，那个地方又空荡荡，不符合这个使用效益哈。这个我时间有限，所以我这个请这个处长呢，还是可以去协调一下，好不好？是，我们再跟市公所再来协调。好，谢谢哈，请回。那个议长，我可以把我原来的时间补回吗？好，谢谢。再加10分钟。那另外哦，我想要跟这个局处反映的是关于勒索病毒哦，在本月13号起哦，勒索病毒想哭哈、哦，肆虐全球，那很多的公部门、企业，包含个人电脑，都受到这个电脑的侵扰。那一天我有跟这个局长交换意见的时候呢，他说花莲目前没有报案的人，可是呢，本席
所知，花莲已经受到侵扰。那我的友人呢，包含他公司的 POS 系统，包含个人电脑，都收到了勒索病毒。那你可以去看哦，不要说没有，真的有。在花莲人上面的版，有人就输入啊，我被勒索了怎么办？开始很多乡民去跟他提供意见，赶快缴勒索金就好了，你的资料就回来了。那有些人持反对意见，不可以缴勒索金，叭叭叭，造成热论。所以花莲有没有出现？有出现，我身边的有人就出现了。我们的花莲同乡花莲人上面也有人在讨论的，可是我们没有人去接到报案，这个产生这个是什么问题？我先提出来。那根据呢，我这个友人哦，他十分，他叫我说呢，这个讲的时候呢，真的不要去伤害到我们平常辛苦的警察。可是还要不要讲？要讲，因为这攸关乡亲。那但是警察要不要去惩戒？不用，因为他真的让这个被服务者觉得他被关怀了，他也觉得，但是我们的体制需要做某部分的修正。那我们警察局长哦，曾经是我们台北市警察局以及内政部警政署的资讯室主任，对于电脑科技这部分的方方面面呢，应该很熟悉。相对呢也会比较有概念。那现在已经是一个电脑化跟自动化的时代，这种网际网络的犯罪行为呢，相信只会增加不会减少。那他们的这个技术呢也会越来越高超，所以我们很单纯的乡亲，甚至没有太多电脑或者是资讯概念的乡亲，怎么样去能够去防范这一些电脑上网络上的犯罪行为？我想这个是这个局长需要去思考的。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刚刚我刚才说的，我那朋友在5月12号就看到这个电脑开始有异常，接下来就收到一个勒索300美元的一个信息。他对他英文不太好，还去查字典才知道他被勒索了。那所有的系统都被挡住，好，他也就请员警来帮忙。那员警呢真的很热心，我那个朋友就觉得，你怎么知道现在这个东西啊？因为5月12号他5月13号请员警帮忙，5月13号的时候才刚爆出来。他说：“因为那个乡民在 PTT 上面都有讨论啊，所以我知道从 PTT， 可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警觉，发现这个已经是一个勒索病毒，已经是一个病毒的侵入。那他说，那我该怎么办？民警跟他说，其实你备案可能我们也没有办法处理哦。”但他是诚实以告哦，我相信这一种国际性的犯罪行为，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处理。然后呢，就说：“哎呦，那我遇到你，那你还知道这一些？”他说：“但是你遇到我，昨天有在 PTT 上面看到。如果你遇到的是其他的员警，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哦。”他讲的都是事实，非常可爱、真诚的警察。所以我那个朋友说，千万不要去处罚他，不要浇熄他的热情。但是这呈现出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的警察的一个系统需要再教育。来，朱局长，请问一下哈。是，谢谢市议员关心有关于这个电脑勒索病毒我们在花莲受害的状况啊。那到目前为止，我们警察局这边是没有受到民众正式来跟我们报案了。那您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例呢，是我们同仁可能有到场去关心啊。那像这样的情形，确实我们一般的同仁在他们的
专业的这个知识领域上哈，我们现在我们刑警大队有一个科技侦查队啊，那我们是请我们的派出所的同仁，如果到受理到这样的案件呢，我们可以先把这个画面啊，把它这个拷贝起来之后，那送到我们的这个科技侦查队来做判断啊，它是不是有遭受到这个病毒的一个或者是骇客的一个攻击啊？那如果说确实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会建议第一个先把这个电源这个处置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是说在事件一开始爆发出来的时候，事实上本席今天要讲的重点是，第一个警察不是代表个人啊，警察代表是一个团队，我觉得这个应该要再去跟警察同仁去做交流，个人不会没有关系，我有团队的力量。应该要跟像昨天局长讲的就很好，我昨天跟他提到这件事情，他跟我说，这个是一个国际的犯罪行为，这个警政署已经在处理当中，花莲县警察局目前可能没有办法。这民众听起来安心啊，他会觉得这件事情有在处理啊。第二个，如果说我们也没有办法，那也表示认同这样的犯罪行为继续肆虐。所以这个部分呢，是本席说为什么要再处理再教育，因为不是做不到。像新北五月十三号在他们的官方网站就已经露出这个消息，说请注意有这个东西。再来，桃园县警察局当天就有一个学生报案，隔天新闻当地新闻就露出，请大家小心防范。这个就是一个宣导跟一个预警，而且可以怎么？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现在网络上的消息太多了。到底是真的假的也不太清楚，如果是由官方正式去告知的消息，大家可以很确认 这应该是真的。所以你可以像常常我在我的这个 LINE 群组里面都会收到很多的消息啊，包含什么什么什么酒测啊，什么超速啊，什么都有，五花八门。但是如果是由官方所通报出来的消息应该是真的，比如说如果在赖群组说哦，现在有勒索病毒现在出现等等的，好，我还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大家相信的是政府。所以这个部分呢，我希望这个我们呢可以再加强，尤其现在网络的犯罪行为可能会越来越多。那现在大家其实相信在使用这个群组上面都已经非常的广泛，那可以在这个运用这样的力量好去做一个很好的宣导，否则警察辛苦的形象功亏一篑。好，这部分呢，还请你这个局长呢能够去注意。那另外，为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很重要是？是你们在通报讯息快一点，不至于在第一线处理报案的警察不知所措。因为处理第一线，其实我觉得第一线的警察同仁是最辛苦的，因为他直接面对的是各式各样的我们的乡亲。他必须能够有及时反应，能够及时去了解讯息，所以呢，避免他们不知所措。我们这一个整个系统呢，必须要很注意。那这个呢，也是他们希望呢，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那当然，警察同仁很辛苦，本席相当认同啊，这个地方可以再做一些修正啊。好，谢谢秦慧。那另外啊，还有一个是乡亲们很关心的部分，就是最近林奕涵的一个事件，这个议题持续发烧。我想花莲粮食的部分呢，之前已经有议员在讨论，但是有其他还有更隐藏在下面的问题呢，是乡亲呢也是很担心的、哦。那这个像这样的议题，它不是只有一个新闻事件，它是生活中从我那个年代开始，它就已经在发生。我在念花女的时候，就会有一根像六鸟侠之类的出现。其实六鸟侠到现在还有，我们看一下那个，这个是几天前。什么叫六鸟侠？我等一下解释给你听。好，这个呢是在民意国小附近的周围，这个也是一样啊，是在网络上，是乱花莲人还是同乡会出来的新闻，哇，引起大家的恐慌。好，请下一页。这我还是要赞美一下我们警察同仁，这个是我们中山派出所的所长哦。马上，各位乡民大家好，巴拉巴拉巴拉，好温馨哦。那我就说，人家跟我讲的时候，赶快上去看，这个东西已经不见了。
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把他找去派出所了，还在这上面留言，请大家放心，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种真的是需要赞美他啊。那像这样的遛鸟侠，其实从我那个当学生时候就有，现在一样产生。那尤其林奕涵的这个部分呢，让大家唤起这样的过程。开始呢，有一些人开始这些集体就受到恐慌的人开始吐露以前，我一个朋友现在已经年近半百啊，他前几天还跟我讲说，嘿，那个事件哦，让我想起来哦，我在国小四年级的时候，那个怪北北把我抓去袭胸，那天我穿的是粉红色灯笼裤，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永远记得那一件粉红色的灯笼裤。我想四年级发生什么事他可能都不记得，只记得那件灯笼裤，表示这样的一个阴影跟伤害是在他内心里面的。我想只有在座的男士或者没有受过性骚扰的人可能没有办法去了解那种恐惧。那很多的学生呢，一碰到这种事情就是不是待在这边一片空脑筋一片空白，就是尖叫，不然就是哭，然后回家不敢跟父母亲说。尤其越小的小孩越容易受到这样子的个问题。坊间啊，也就是乡亲啊，有很多人就很在意他们家的小女孩，甚至现在小男孩会不会这样。那也是现在有没有发生，真的有。104年那时候荒里流行的一个光头怪叔叔都还出现扑街。所以社会上潜藏这一些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杜绝。但是我们可以去教育我们的小孩该怎么样去辨识，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样的问题。其实包含家长都必须要在教育。我们想请那个教育处长啊，来上来讲一下。本席认为啊，这样的一个教育呢，必须从幼儿园，其实幼儿园就应该要开始灌输他们身体自主、保护自己身体的一个观念。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大会主席赖议长、各位议员、理事先生，谢谢施慧平议员关心我们学童的安全。刚才议员有提到，在读花莲女中的时候，曾经有这样的遛鸟侠。那我的年纪长你将近20岁。那我在读书的时候也是有碰到这种情形，那时候我记得是教官会陪同我们上下班上下课，所以所有在路上的时候都有教官在随同跟保护我们。啊，美珍担任教育处长，对学生的安全维护我特别特别的关心，所以为学童营造一个安全没有任何污染还有快乐健康的软硬体环境，是我们所有教育人员共同努力的。那在国民义务教育阶段，因为所有的孩童能力都还属于比较薄弱的时候，所以我们有分几种方面来教导我们的孩子。第一个是在学校方面，我们花莲县的国民中小学，我们有性别的辅导团。我们这个辅导团，本席现在建议再往下扎根哦。一些幼儿园就应该从认识，像刚才迪布斯，要从认识身体，要怎么样去面对陌生人。当你的身体受到侵犯的时候，你该怎么处理？不是脑筋一片空白。是。那个糖果、饼干，甚至我刚才有还没有补充那个曙光桥啊，还有盖北北。那也是前年的事情了。怪北北拿着笔记本啊，糖果、零食啊，好，然后还有什么去跟女学生搭讪？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教育，其实从家长就应该要教小朋友。所以呢，在家长的部分的宣导，其实从幼儿园开始，这些东西都必须去强化它。像以前我们班六两小怎么办？我是没有真的看到，刚好被灌木挡住。那我同学就是在尖叫啊，尖叫对方更开心啊。所以这些东西的教育，我觉得应该要处理。其实不止这一些啊，其实跟我讲的，在私底下跟了很多。那尤其现在社会环境又开始很不安，这种人会更多，社会事件层出不穷。我希望呢，这个教育当局哦，还有我们的卫生局啊、警察局，在这部分的宣导
跟教育。好，司言，你的咨询时间到了。好，谢谢司言的咨询，休息十分钟。
必定的，从五十分啊，有到的。先甲讲者啦哈，迄人。休息时间结束，请主席宣布开会。继续开会，接下来由陈昌敏议员执行，执行时间五十分钟。好，谢谢赖议长。今天我们的主席赖议长我们的赖秘书长今天我们副县长一个局处首长以及后面的各科长哈。还有我们同仁以及媒体先生小姐，大家好。好。我这几天呢，都看到我们同仁啊，都在做一个质询。我想啊，每一个地区的这个质询的方式啊，都不太一样哈。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这里呢，在独孤的一个乡间呢，还有它的一个所在了哈。那么我想啊，最切身关系的哈，我想啊，人民处哈，虽然它是一个小小的处了哈，但是在花莲呢有9万多人的这个原住民，所以啊，它占了28%呢。也是蛮可观的一个数目了哈。一个处长啊，他还要去横向的去整理，这些都是人民处啊，叫辛苦的一个地方了哈。当然我们也会感同身受。那么我想啊，在各局处里面呢，对于原住民的一些事务哈，都能够好好的去关心，因为啊。今天呢，是我总咨询了哈。我现在啊，因为我的这个鸡农哈，邱永双他要去用3分钟的时间了，有紧急的一个事了哈。你先走。谢谢我们陈昌敏议员给我这3分钟的时间呢。我认为这对我们地方食安都非常重要呢。我想请我们卫生局吕局长，我们最近我就不再称呼了哈。最近我们食安的问题呢，这个不管是假货、假针头等等呢，我们最近食卫署呢已经发布了新闻，将我们这些针鹿丸、虾味鲜紧急营造人民这个百姓的健康呢，你现在处理的情形怎么样？跟议员报告，大概我们一接到这个消息，就立刻去清查本县所有相关的，都清查了没有？清查完了，那我们也全部下架了，下架全部下架，包括虾味鲜的原，因为之前做虾味鲜的原料，那另外正鹿丸当中，我们这个包括这个极品跟正鹿丸当中，我们大概下架了14万颗，另外正鹿丸还有另外一种的正鹿丸是7万颗，全部都下架。你显然这有些说谎哦。我刚才到我们市区里面去买的虾味鲜，这个下架了吗？这个是我们吃的虾味鲜呢，会拉肚子，肚子会痛。我也买了正鹿丸，刚刚去这附近买的。那你说下架，下架到哪里？台北市在2天前都下架了，为什么我们的卫生单位、卫生局呢？不闻不问，无动于衷。我都还买得到哎。刚刚去买，我有发票哦。我们现在持续在清查。我刚才跟报告就说，我们已台北这个食安的问题都没见。是前几天啊，有一个学校运动会啊，还买了虾味鲜一人一包，是不是要加带正鹿丸一瓶
地方大这个拉肚子。我们事实已经在清查，第二一清到消息已经清查到14万颗跟7万颗的证据。现在这个大卖场买的大卖场都没有去清查，是我们会持续，谢谢。没有去清查，那叫他们是继续买呢，还是规定说可以清查很久，一个月半个月才清查完毕？你最起码从大卖场那边去清查嘛。是，你到底有没有去清查？我们也已经在清查了。那我怎么买得到？我们会持续在清查下。显然呢，不落实对我们花莲县的县民的健康呢影响。我想这个镇鹿丸呢，它是一个治腹泻，过去我们都有用过了哈。这个过期那么久的商品呢，我们应该尽速的下架，分工到各卖场去把这些食品对食安健康有问题的呢，应该来全面来下架了哦。我想这个是影响我们非常的大。我们花莲县县民的健康哦，应该下去了，是不是？我们议会总咨询时间不足，所以你们做的不好，不够落实。我们下去持续积极会去做。哦，你如果再做不好哈，我会把这个虾味鲜跟镇鹿丸配送一套给你，给卫生单位呢。哦，我还会再去那个单位买哦，我还会再去买。如果我现在还有20分钟总咨询呢，你没有办法下架，对我们县民没有办法交代呢。我想我会为你试问，好，希望你能够呢，这尽快的去把这些呢违规食卫署规范的食品呢，能够呢尽快的下架。那我请问你，这个下个礼拜一以前有没有办法把它全部下架完毕？可以啊，不要让他们买到。既然买得到呢，因为民众有的资讯来源不足呢，啊，所以你这个买进去吃了有害健康也不好了。说实在的，为了县民的健康。我想，我简单的询问你，希望你在星期一以前，我会再到那个店去买，好、哦，买了以后呢，我再拿回来这里再咨询你，看你落实的进度。我想，我们一个政府单位呢，是你在管辖，人在公门好休息呢，帮帮我们花莲县的县民好吗？谢谢。好，谢谢，谢谢我们陈昌明议员。好，谢谢。哦，昨天我还在吃呢。那个李局长，我讲刚刚邱员说到这个部分，你这么武断的说已经没有了，然后他回答说他刚才又买到，你这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疑问呢？你等一下你会后你赶快去处理吧，好不好？等一下我马上打电话给我的乡民，实际我的孙啊都还在吃啊。我们原民处。我刚才也提到哈，那个因为啊，我们这个原住民的地区啊，除了人口占有1/4强以外哈，而土地呢也以三个乡镇哈都已经占一半以上了哈，尤其三山的哈，那中央山脉都是我们在管，结果呢是林务局在挡我们进去，也是很不好的了哈。那么。一个哈，我要跟处长所提的，就是我们要促进观光嘛哈，一直在提。从我在丰守担任乡长，一直到现在，跟后任的这个乡长呢，在这个我们名利上啊，有一个叫碧后潭哈，这个地方呢，可以说是一个世外桃源哈。当初呢，我也是突发奇想啊，哈，就种植一些樱桃啊、樱树哈，这个樱花嘛，就把这个潭附近呢做这些种植。经过了十几年以后，现在已经有一点成果了哈。这几年呢，这两年啊，因为网络资讯的一个发达嘛，哈，我想不到那么多人就过去了，哎。他们去哪里啊？原来是到这个碧后潭，他那边呢、啊，欣赏这些，这个美丽的风光了、啊、哈，因为啊，那个地方呢，是从明丽下要到明丽上，差不多有1公里多到2公里吧，但是呢是要爬山上去哈，因为，到了晚上啊，都没有什么路灯啊，也没有路灯。更危险的就是在，因为刚好
樱花是在三四月嘛，每到傍晚呢、啊、就会起雾啊，啊，这个地方呢又有雾，那么他们要下山的时候呢，非常的危险，啊，因为啊，我们自己本地的人哈、哦，也有在那边呢、啊，有滑落过哈、哦，好几处地方啊都比较，因为那个路又比较窄，更何况说、啊、外地的人哈、哦，他们说要进去的时候，他要下来又不好下来了，所以容易制造一些交通事故，一些发生啊、哦，是不是这个部分这一条路啊？因为大概到目前为止、啊，大概就不会超过一公里吧。设置一下在转弯的处啊，设置这个路灯啊，让他们可以，一侧安全。这个部分哈、哦，我们。可能在经费上的限制了哈，是不是我们人民处这里啊？我们不是一直喊那个部落亮点吗？产业要好，这个也要有美食啊这些的哈。但是道路都没有亮起来的话，怎么走啊？对不对？这个时候啊，是不是我们这个人民处这里呢，要去策划一下，有什么看法没有？可不可以？啊，是，大会主席赖议长，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大家早，非常感谢陈议员关心哈，我们万荣乡哈、在明利的这个碧鹤潭，在今年二三四月间啦、在很多的脸书上哈、都看到很多人一直称赞这个很像是上天赐给我们万荣乡的一颗珍珠哈。那当然我们都知道它那个上去的那个路哈，第一个很陡，第二个部分的路段不太好会车，那当然更重要一点是陈议员您提示的哈，就是这个路灯照明的问题哈。那我们的了解就是说目前万荣乡哈，它全乡设的路灯大概是有800多盏，那这些路灯后续啊每年的这个电费大概是要到140万，那乡公所每年也尽量然后很努力编了50万的在增设路灯的一个费用啊、所以这个部分其实真正的关键是后续只要多路灯就会产生后续的电费的支出啊、所以这部分我们原民处这边会很愿意跟万荣乡公所一起来协调看看，分别就设置路灯的经费那当然一般后续路灯的那个电费都是由乡镇公所要想办法找经费来出啦齁、所以这个部分确实我们如果希望齁、特别是真的很感佩陈议员您前人种树齁、现在终于开花结果啊齁、特别是我们上去到上面都会感受到这个圣母的慈爱齁、跟这个而且也认识了这个过去应该是在日本时代齁、就是那个碧鹤瓦利斯头目嘛齁、他当时是头目齁、所以我们这个潭用它的这个名称命名，所以这个点齁、除了可以带动部落的深度文化观光旅游之外，也希望能够对这万荣整个产业齁、能够做一个提升，所以这个工作确实是很有必要齁、我们会后续来跟公所相关单位一起来研商来改善，那希望这个地方未来成为万荣乡齁、一个最好的一个文化历史观光的一个亮点。好，谢谢我们处长哈、这个部分啊好好的跟这个乡公所呢能够好好的去做一个协商。是。当初呢我们那时候我在公所的时候呢是只有400多盏啊，现在800多盏啊，有的时候可能在社区里面啊太密集了，是不是这些呢都可以去做一个调整啊，因为这个部分啊，这个上坡这个部分啊真的是需要比底下的更需要去设置它了。是。这个因为乡民呢都一直在讲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也是托付一定要跟县政府这里呢好好的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可不可以齁、是要去协商。好，谢谢议员。第二个齁、在我们乡内齁、有一些工程齁、可能是乡公所做的
而是水保啦，或者是河川啦，甚至一些政府这里的工作。那么有的时候啊，根本乡公所都不知道这个是哪一个单位来做的工程，有的是林务局吧。像林务局有的时候跑到我们这个，只要在他的范围之内的，他就去做嘛哈，然后就破坏到原来的既有的一个基础。那么他做好了以后呢，原来的基础他就不做了，他就走了。老百姓也不懂嘛，然后就一直搁置在那个地方，以后后面这些维护的这个工作谁来做？所以啊，这个部分哦，是不是跟别的单位讲，除县政府之外哈，河川局啊、林务局啊，甚至于这个六公所的这些单位呢，如果要去施作哈，应该一定要跟这个地主讲一下吧，乡公所要横向的去联系，这样子的话才知道以后要去追水，很难追了。你看像现在哈。因为黄汛期也快到了，要事先的就做一个准备。那么，红叶村啊，60100几号这个地方啊，上次他们有去做了以后啊，我想很像是林务局在做那个部分哦，是不是？他的等一下一到黄汛期的时候啊，可能会土石啊会流落到别人的这个家里去了哈。所以这个是不是我们这里啊也应该稍微去注意它，县政府这里是不是可以去追查，甚至跟乡公所讲。那么另外呢，有的时候啊，你看像马眼的部分啊，上次我跟你科长过去的时候啊，有几条路啊是刚刚在施作，只做一点一点嘛齁。那么这些不知道是谁做，后来打电话给乡公所，乡公所也搞不清楚。所以啊，这种的一些工程啊，一定要有横向的去沟通联系，一定要跟乡公所稍微提示一下我准备要去做哪里，这样子的话呢，乡公所也可以跟代表啦、村长哈，说告示他们说那边有工程，尽量不要去靠近，大家的安全问题嘛哈，甚至有的时候这些农人呢要去山上工作。又被挡到了，甚至有的人在山上要下来了又过不了了，我不能给他睡在那个地方啊，到了你一离开了，人家就闯过去，那水泥啊都会被压到了。这些啊我们要互相啊，让我们的农户，让我们的乡民都能够跟大家呢，跟这些工程单位呢互相的配合啊，这个应该发文给他们，甚至于啊，发文给乡公所，可以吧？好，做一个联系吧。谢谢议员关心了。确实，这个因为有非常多不同层级的包括中央机关在花莲，那另外大家各自有业务主管那个工程的出发点一定都是好的，但是在施工的过程中，包括第一个施工本来就应该要悬挂工程告示牌嘛哈。那第二一个是如何跟在地的乡公所大家互相协调，就议员您刚刚提的嘛，我平常习惯工作的道路突然有一天有工程而事先不知道，确实这个乡亲的心理的感受会不好啦，这个部分我们会尽量用各种方法来跟这些机关做一个提醒，因为出发点大家都是好的。谢谢议员。好，谢谢哈，谢谢。另外啊，昨天我想万议员那边哈，用30分钟，他在跟你对谈，应该你听得懂吗？有没有听懂？包议员，因为我昨天有说明哈，因为我是在都会区长大的都市原住民啦哈，那个确实有部分那个难度啊，因为我很小，6岁就离开部落啊。所以那个万议员他是家学渊源，然后所以他的那个主语的程度非常好，就是主语老师的。是你只有说程度很好啊，但是你有没有听懂嘛？我有听懂一些，百分之几啊？百分之几？听懂一些内容，但非常感谢我们余夏夫议员昨天的翻译嘛。
哎，所以听说他大家都听得懂。我虽然听不懂啊，那个议员说很多哈，有一些这个主要的那个，可以表达更好的一些好的话哈，因为哈原住民的话哈，一句话哈可能很广了哈。对。哎，但是那种感受就会不一样了哈。是。我为什么会提到这里哈？目前啊，原住民到底这个原住民是，我搞不懂嘞。因为为了升学主义哈，我是原住民哎，现在啊有很多啊，为了要升学，为了要三地特考，啊就加入原住民。这个事情过了，升学考完了，甚至原住民特考完了以后，他又回去了，他又不喜欢原住民了。为了这些哈，真的也是很麻烦的，对不对？有这样的一个趋势了哈，也不是趋势了，确实就是有这样子。我想我们的处长啊，一直跟我讲说我是原住民的，哦，我看你越来越不像，但是啊，到了在我们原住民这个事务处的时候呢，我看了两三年了，越来越像，哦，所以啊，这个很难讲嘛哈，所以这个。讲到这里哈，目前啊，我们人民会投入那么多的钱在这个地方，但是它的效益有没有？在我们家庭里面有没有好好的去学？也没有嘛。那个孙子啊，要阿嬷，阿嬷我要什么什么什么，他都用国语讲嘛。那个阿嬷还搞不清楚的，你要什么？你要什么？红茶啦，红茶，什么叫红茶？他又那个孙子啊，去拿东西给他，这叫红茶哦，他就知道了。哎，下一次，阿妈，我要红茶，哎，知道红茶，他就去拿了。所以啊，是孙子教祖父祖母啊教国语，结果呢，这个祖父母啊也不会去跟他讲，因为疼他嘛，对不对？到最后啊，你就是这样长大的嘛。你的前辈啊，都会跟你讲国语，你没有办法讲我们的母语，所以要完全颠倒。所以现在我们一直走向国际，国际用得到我们的母语吗？我出家门，谁都不知道呢。我跟汪荣彩，我跟这些阿弥陀在一起，我们都是用国语讲话。你看，我本来要找那个一个，我本来要用我们的母语讲啊，我也找不到那个来帮我翻译啊。对，要找谁？你不是吧？啊，你下户，你下户只能讲那个有一点问啊，阿弥陀的话啊。对，他虽然有很多大陆过的朋友啊，他到现在还是。只有会讲那个跟女孩子一起讲话的啦，哦，所以这个也是很难，对不对？你说这个语言我要到哪里去讲，对不对？你看现在通婚嘛哈，哎，我的亲家都是阿弥陀，都是汉人，这些你看，我以后我叫那个，我有时候叫我孙子说阿弥陀。他说不是，我是大陆古。哎呀，这很难讲啊，对不对？到底我们的语言要到哪一个地方？这个母语要讲到哪里？为什么升学的时候一定要考？增加一个负担呐、啊。现在英文都要一个作文呢，现在要学英文都要学作文了呢。所以我这个孙子又要学英文，又要学大陆古话。啊，阿美语，哎呀，太多了吧，对不对？增加负担呐、啊。行，这个人民处啊，跟人民会啊，好好沟通一下。啊，这个就注意一下吧，对不对？考试，结果啊，都是像你们这样的。你是六岁离开这个地方，
因为你的家族好，你的有钱人吧，都在外面读书。我们在乡下的要去补习啊，不容易的。我那个村啊是大村哦，没有十个人啊，带着小孩每天这样子去补习去做什么？哪里有钱啊？三餐都有问题啊，他还会去照顾这个？给他吃饭吃饱就很好了呢，对不对？完全不一样。所以啊，设定这种的哈，非常的不公平啊。结果啊，考上医学院的，考上什么最好的学校的，都是那个一般一般黑不黑不的啦，对不对？你说真正的在乡间的有没有？没有嘛。这个美意啊，都已经破坏掉了。结果到最后我也要考试哈，去教低不上英文没有问题，上美语没有问题哦。像这种的，是不是在考试的时候啊，应该这个要也不能讲扣分的，对不对？他已经加到一半一半的，这个有问题了嘛？我也不能难讲的那么难听了哈。像这种的方式哈，这种没你看那个。到我们乡公所来，哎，报道，哎，我说你哪里来的？他说我是屏东的，我是哪里的？哎，你的不是爸爸是汉人，就是妈妈是汉人，哎，什么都是一般一般。我说你会不会讲？不会讲，都可以过啊。你说原住民特考，他的美意在哪里？结果我们乡公所里面要来办事情。都是用原住民话的话，他也还根本就看不听不懂嘛，对不对？像这种的哈，这个教学这个部分，这个有没有使用到？只是给我们原住民啊增加一个困扰，对不对？既然他上面写原住民啊，你就给他加分嘛，对不对？但是你要他要进入原住民啊，你一定要严谨。这样子的话，对我们原住民在乡间的人啊，还有帮助啊。我们现在啊，在乡间呢，要考公务员的越来越少了，甚至啊，国小老师也已经断层了。现在没有养成班了嘛，断掉了。我现在看到啊，在我们那边呢，几乎没有原住民的那个老师了呢。以前是一年都有一个。二乡镇都有一个，现在没有了。所以啊，这个体制哈，已经够弱势了，现在呢更弱势，没有时间了嘛，没有机会啊。这个部分呢、啊，没有。我昨天一听到，我就联想到很多啊。这个部分呢、啊，是不是我们原民处这里哈、啊，能够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哈、啊，跟原民会？联系沟通，这样子的话，以后你们上去开会的时候啊，要提出这种的一个问题，哦，那才是公平嘛，公平正义啊。对，非常感谢议员关心哈、哦，包括族语还有原住民身份啊、哦，还有跟各种考试或者是人才培育这样，它互相的关联性哈、哦。我跟议员报告就是说，因为哈。哦过去大社会对于原住民族在台湾、哦、政府上有一种这种特别的权力保障的一些措施、哦、大社会还是难免有一些质疑啦、哦、所以原民会大概在十年前、啊大概就开始积极的来做一些相关配套措施、哦、那当然这个当然是应该由中央来做全国16个族群跟整个大社会的一个评估。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原住民、哦、我们真的是认为就像议员您刚刚讲的，每一个族群他的看世界的世界观、人生观，还有族群的那种生态智慧、待人处事的这种哲学啊，其实真的都是靠语言来传承。就像中国人可能很多成语四个字中国人就通通了解，这个成语背后它是有故事，它是要让我们知道如何、哦、在那种情境之下我们做什么样的一个态度。
原住民族几千年来的语言传承，更是好一样都有这样的很好的一个功能啊。所以站在政府的立场，确实是希望能够让这么少的人数在使用的这个族语啊，能够保存，而不要像我们台湾有一些在西部啊，我们目前一般称平埔族群嘛，哈，这些平埔族群，它比现在的原住民早了两三百年接触到汉人，所以他们的语言到现在啊，很多通通都已经很困难了，很困难了哈，包括像西拉雅族或者是南投的八仔族啊。那我们政府的立场当然是希望，在行政措施上能够尽量的来保存族语，就像原民会啊也草拟了一个国家就是中央部会国家语言发展法哦，那在我们原住民立委跟很多立委的支持之下，他在立法院啊几天前也已经一读哦，就是把原住民族语言列为正式的一个官方语言。那个哦，我们也不要去讲到那么远了，是我们以近距离的在思考这些问题就好了，好，好不好？议员，您刚刚的建议，谢谢哈。会哈，我们转达给中央哈，转达。另外一个啊，我们这个我们的代表，甚至于我们代表主席啊，都一直在讨论的这个造林的一些这个问题哈。其实哈，造林啊，这个部分啊，我一直在讨论，我也在议会上也讲了好几次，山坡地跟那个平地造林啊，这个差距啊实在是太大了哈。因为我们是原住民嘛，比较好欺负一样，二十年六十万叫他去砍那个一甲地，这样子的话哈，对他来讲，真正要保育的就是山坡地嘛，让他不要有土石流，这是最重要啊。结果呢，平地造林哎。在我们那边的平地造林哈，他说台湾还要看海拔，是不是有这样子？只要是要透过水保的，只要是有一点坡度的，他就不列入平地造林哦。那么这个山坡地的造林，到目前为止哈，已经到期了哈。他现在又开一个什么进化补助一甲地3万块，还有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有很多。当然不要做的那还可以哦，结果呢底下又有杉树，叫他把那个杉树全部拔掉才可以通过。杉树是原生种嘛，它本来就可以在那个树下甚至树干上都可以长的东西嘛，也没有破坏到它这个树林啊，为什么说一定要把这些杉树全部给它砍拔掉用拔的呢？啊，像这样子的话好像对他们来讲是很苛刻了，因为杉树也没有多少钱呢、啊。到目前为止你看呢、啊、我们在乡间里面，现在经济又那么困苦的时候，有的时候还没有人要呢。他说无可没有了呀，本来他只有2000的这个什么餐厅啊，现在啊要找5000-6000去还能够把这个东西销出去。有的时候还停了3天4天，这样子啊，对他们也是一个没有保障。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树种非常的重要了哈。他以前呢都是丢给我们樟树啊，说比较容易长嘛，你不会保护的嘛。你看到了20年，根本也没有说那个树到了20年，人家看到没有价值嘛，对不对？除了这个我自己有了这个20年的补助之外，我结束了按到这棵树啊，真的是气死人了，又干脆用链子把它砍掉。如果今天啊20年以前，如果你是用牛樟来给它养的话，甚至于啊用针叶类的齁、哦、像杉木啊这些萧楠啊这些的话，到现在20年过了，他还是会好好的保护这棵树啊。你作为交代后代的人呢、啊，他还可以好好的去使用，甚至还可以以后还可以去贩卖。你看啊，在外，我们有时候到国外去哈、哦，他都是
分批的在砍伐道林，应该是这种方式，而不是说哈，20年过了，随便你了。我上次也问过，我说这个20年以后要做什么？那、啊、你自己要做什么？这个真的是让人家，你20年以后，这些农民、这些林农，他不是没有工作做了吗？也没饭吃了，留着一棵没有价值的树在那个地方挡他的地上的一些使用，这个都是很不好的了，根本就没有办法卖出去，这个木头卖不出去，为什么要一定要设在我们这个原住民乡镇呢？这个我们自己啊，我们当头的哦，应该拿好一点的树给我们乡民，以后20年以后30年，他可以去卖这棵树嘛，至少他还可以过生活啊，对不对？这个往后啊，是不是每一年呢，都拿找一点好的树啊给他们种，让他们一定会呵护他们的、啊，一定会好好保护这个树苗的树种的。好的树当然他会照顾啊。那你的看法是怎么样？能不能补助了？补助这些树苗，好的树苗。是非常谢谢哈，陈议员这个有关于树的这个事情，都是涉及很长远的观点哈。那您议员一直关心这个问题，我们有很快哈跟林务局哈取得联系哈。那林务局的意思是说，他们在奖励造林树种啊，然后有提供各种那个苗木哈，它主要是因为林务局在台湾有非常多的8个林管处，那每个林管处各有各的苗圃在栽培这些树苗哈。那以花莲为例哈，议员您提的那几种比较有高经济价值的树种哈，好像花莲我们目前初步的了解，确实是没有在花莲的苗圃，但是林务局也是有善意啊。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各地方哈、各县市政府啊，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还是可以跟他们反映。那他们视他们栽培的苗木的数量哈、来全国做调拨。那当然，像那个这种具有经济价值的树种哈、例如萧楠啊，或者是樟树这种数量不是很多，所以会变成是也是那个就是。分配上的时候啊，他们要在视全国的一个情况做调配，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在看透过管道哈，希望林务局啊，尽量能来关切我们花莲这边乡亲的实际需求啊。好，谢谢我们原民处啊，因为我们的议题实在是太多了，在原民处啊，我们会后啊，我们还会跟原民处呢多一些联系了哈，在这里谢谢你啊，谢谢议员。那个是农业处哈，农业处呢，也应该哈，都跟我们原民处呢，都一些横向的一些联系了哈。我想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些农产品哈。如果说要释放出去啊，透过正面的一些管道，甚至于啊，有的时候啊，我们曾经我们的建笋呢，在重庆市场也卖的都很好了哈、哦。这个地方呢，现在都已经改变了，是不是这个部分呢，能够做一个一摊到两摊的原住民的一个市集，能够在这个地方了，好让我们的。从建笋开始，甚至于其他的这些农产品呢，都能够送到这个地方来贩卖。我们的处长讲的都是要到什么农会啊、超那个是超市啊这种的，那个原住民哈，叫他用这样子写哈，他很难的、啊。他东西摆在那边，他就是你就是要卖这样子而已啊，换钱而已啊。
回家在路边再买个米回家而已了，他是这样子而已了。看看你在这个部分是不是做一个摊商啊，在这个地方。好，谢谢陈议员对我们这边农业的一个关心哦。那我想，因为很多农产品它销售有很多的管道哈、哦，都可以去行销啦哈、哦。那如果说重庆市场这边来设一个临时的销售的一个摊位哈、哦，那我们也愿意来辅导哈、哦。那看如果说明年开始是我们会请农会这边呐、啊、帮我们万荣这边所有种不管是建笋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有这个经济价值的作物啊，我们愿意来辅导，然后在这个地方设摊，来让我们原住民朋友啊，他所生产的这些那么好的东西，好、哦、来这边做一个。那上次哈、哦，上次你看我们副县长哈、哦，那个给我们买了1000斤的这个建笋拉到台北啊，那种回响啊，是那个很多人都知道哈、哦，是是。这个副县长的这个美意啊，让我们乡民呢都能够感受到。所以啊，像这种东西哈、哦，你们应该哈、哦、要持续的，做一次，第二次不见了。所以啊，要乡公所啊，我们乡公所呢也应该也要跟你们多联系，这样子的话呢，才横向的沟通啊是非常重要。是是啊，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目前啊，我们万荣这里呢。可能三叔也是占有大部分的这个这个东西了哈、嗯、那么它是一年四季嘛，所以啊这个东西呢是不是能够让我们知道能不能补助它啦，一些肥料啦让他们的成本能够降低一点嘛，多撒一点肥料它也长得比较漂亮一点。嗯，要教导他们在这一方面呢，因为有的人是只有种下去他就等着收而已嘛，他不懂嘛。是不是能够在这一部分呢，在肥料这个部分呢能够给予补助了。是。好。我想肥料补助的部分呢、啊、除了我们花莲县政府这边对合法的农地每公顷都有1800块的这一个有机质肥料的补助之外，那其实跟农粮署啊中央这边也可以去申请这个肥料的补助啊，那这边的申请的方式呢，就是到农会这边啊，请农友到农会这边来做一个登记啊。那至于这个三叔的部分呢、啊，其实他这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宁夏的一个经济啊。刚才那个陈岩你有提到的，就是说快要届龄的这一些树种，快满20年了哈。你觉得它砍伐又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其实，在这个底下，现在中央的一个林务局的政策，有一个叫做宁夏经济啦。好，就是说在快要满20年的这一个宁夏，你种一些相关的经济作物，其实他们是在鼓励的，好，是在鼓励这样的一个方式在推动。好，所以种山。像后面呢、啊，不要再有这种方式哈、哦。哎，不会说刚才议员所讲的。因为这些做事的这些农民啊。好，不会，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谢谢我们处长，谢谢。因为有剩下一些时间哦，那个何理财议员呢，有一些事务我先转给他。哪位何理财议员吗？哦，何议员。好，谢谢议长，谢谢我们陈大议员给我这个10分钟。我想民意代表站在监督一个单位哦，我想很多事实要讲求数据以及证据。我想我们花莲县议会所有的议员先进啊，肩负着来督导以及监督我们花莲县政府所有的一切施政方针。我想个人要提出一些数据啊，让我们花莲县的乡亲啊。都能够了解。我们先秀第一张。我想最近在媒体当中，我们看得到我们行政院东部中心呢，对于我们花莲县政府啊
只是说我们在整个灾修的工作上面呢，非常做得不当。我们可以放大一点嘛，给它放大一点，好不好啊？那我想这个要让我们全国的县县民知道，尤其为什么个人要提出降职这个执行呢？因为在新城乡的部分以及吉安乡的部分，在这次整个灾修补助款当中，中央补助款是零啊，是零，而且在媒体啊，在我们的这个报道当中，所以我们花莲县政府对整个执行的这花苞率以及完工率呢，低于临近的一个台东，我想要把这个数据啊，让我们花莲县的乡亲来知道一下。我秀第二张。我想你放大一点好不好？这张数据啊，我想各种为什么要提及这样一个质疑啊、质询？我想也是为了我们花莲县的所有全体同仁啊，监督花莲县政府的一个结果，不像媒体所报道的是如此啊。我想在这个105年七月份的时候，我们这个尤伯特这个台风中央是核定1亿3千多万啊。那花莲县政府啊，它的花苞率是100%啊，目前的完工率是21.74%。那在105年九月份，莫兰蒂以及马洛卡及美基台风总共合并的金额是2亿9千多万。那花莲县政府是这个花苞率是66.43%。那台东县政府的部分我们的执行率花苞率是100%，台东呢只有74.1%左右啊。那我们第二项106年九月份这个灾区的部分呢，花莲县政府啊是66.43%，台东呢是只有13.25%。我想身为一个大有的一个政府啊，尤其花莲啊，我们东部这个中心啊，在我们这个许执行长啊，特别对媒体给了一个错误的消息呢，我想今天本席要利用数据来告诉我们花莲的一个乡亲，总共啊，确定是没错，是补助4亿多，但是我们请县长好不好？谢谢何议员来陈述这些事实哈。因为现在国内啊，这个气氛越来越差哈。这个用伪造的数据来释放谣言然后在议会再来演戏这已经变成一种常态性的这种规划。这个许三生不实的这个指控他说中央补助我们4亿多，你刚刚秀那张单子并不是这样哈。那个尼波特台风的1亿，那1亿多万是完全100%花莲县的县预算中央没有补助哈。那个尼波特台风是全数由花莲县的县预算指引哈，所以后面只有刚刚那个单子，你们再可以再秀一下吗？哈，尼波特这1亿3593万，这个是完全花莲县政府的县预算。那这个2亿9千多万这个是中央有正式有公文来哈，我们总共申请灾修是6亿多哈，中央总共核定给我们就是您刚刚秀的第一张，好，再秀一下看一下，这个中央我们总共花莲县各乡镇市政府各乡镇市公所所提出针对这个莫兰蒂跟马勒卡还有梅基台风所有各地方提出的需求以及灾修的抢建这个总共6亿4200多万，中央只核定2亿9千多万完全不是许传胜在那里被拆的在那讲什么4亿多只有2亿9千多，而且我们的执行率我们的发包率远远是高于台东我想用一种错误的这种讯息来抹黑地方政府然后再来造假，我觉得这不是民进党政府对整个华东地区之福制造地方的乱源而且用不实的数据前面这个部分因为我想我们这个中央那份资料，中央那个资料你知道吗？我想县长核定的公文很清楚，我可以核定的公文很清楚，2亿9千万而已而且我们总共需求是6亿，何议员我跟你报告，总需求是6亿多，我看到了，所以他只核了2亿9，
所以很多不是减项就是减座啊，这是行政院这次的公文，而且是12月底才核准下来给我们，12月底核准，要经过大会通过，在4月通过，我们5月才发包，4月才通过，我们才发包。我的发包率已经非常非常的高。好，而且尼泊尔台风，刚刚您所讲这个尼泊尔台风，那个还是由行政院接手的，发包率倒没有我们现在花莲县来的高。我想本席啊，跟其他议员站在监督的立场，今天现场也说得非常清楚哦。我想这个花莲地区制造乱源绝对不是。我们这个服务中心它变成谣言中心不太好，混淆视听，所以我要秀一个。蔡英文总统的一个民调给我们大家参考一下好不好，快点啊，大一点。我想这个数据啊，蔡英文满意度剩下 18%、哦、是在2017年5月18号11点40分公布的一个民调。我想对于这一年多以来啊，我想明年明天就是就职一周年，这个数据代表什么？我觉得政府不要只会选举，真正要做事情，让我们整个台湾啊的民意度，从蔡英文的满意度只剩下 18%， 这个可显示得出来。我想要做事，不要放谣言，而认真努力的为我们国人来努力来做事，这才是一个方针，好不好？谢谢。早上，谢谢施金书演、施慧平演、陈昌明演的执行。明天、后天是例假日，星期一由苏中良演、许淑莹演、陈一梅演、王叶梅演，按顺序执行。上午的会议开到此为止，散会。啊，有床了。1.5 啊，同学。今仔日救阮到这个家，因为伊也是阿伯拉罕的子孙。煞接一句话真要紧，伊讲灵主来为着要敲锤拯救失丧的人。咱灵主来到这个世间，
是要敲锤甲拯救失丧的人。咱的主来到世间，毋是要找好嘢人，毋是要找遐个哦，逐项拢做甲足好势，啊，逐项拢遵照规矩。当然，这个人耶稣犹原是会找，但是耶稣佫较要紧的，是要找到遐个失丧的人。这个故事，比基督徒拢真实。耶稣伫只经过的过程中间，我想